清凉悦是彼佛性，世人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大师在此地将清凉悦比作佛性，将水中所现的月影比喻能现能变，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能现的天上这个月，这个月是真的，真的比作佛性。水中的月呢，所现所变，比喻的是法相，法相里面有性，没有离开真性，没有真性哪来的法相？法相的根源就是自性。这一句话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。功德云而无善不殆啊！功德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。这个比喻法性。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。山高有云雾啊。云雾从山谷里面升起，逐渐上升，就成为云了。在地面上的时候，我们称为雾气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云雾落在地面上，一层，好像看到我们的房子、树木啊。都在云中一样。这个景观我们住山的人常常看见的。云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的最多了。它表什么呢？表非有非无。远看云彩一朵一朵的有啊，近看呢，近看没有，说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呐。梦幻泡影就是云，像云一样啊。不能说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它有。相有体有。似有理无，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，你才能看破世间。不但看破世间，你也看破了出世间。下面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开始。相相度，一举鸿明超二四啊。相相是比喻修行人、学道的人啊。度活呢，活是表慈岸彼岸，慈岸娑婆世界，彼岸极乐世界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
就好比是乡下啊，真不容易啊。他这一生当中确实是彻底觉悟啊，没有能力断烦恼，但是他懂得求生净土，懂得清净弥陀啊，懂得修信愿持名的方法，是一举弘名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六字弘名呐、啊，哎，他就能超越二识。啊，这个二识是怎么说呢？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。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，不但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了，一举弘明啊，这个举跟称是一个意思啊，举称扬都是一个意思啊，一生南无阿弥陀佛，超越三界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信愿持名是功啊，超越十界往生净土是德了。中峰禅师示现的是宗门大彻大悟的大德啊，他的归宿是念佛往生净土啊，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明了啊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个净土呢？十报庄严土啊，他不是在同居土啊，也不是在有余土啊，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啊，我们非常相信啊，我们待业往生，一瓶烦恼也没断，当然生凡圣同居土啊，生到凡圣同居土能不能见到中峰国师呢？能，绝对没有问题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，一生一切生啊，不但能见到中峰禅师啊，能够见到有名延寿，能够见到智者大师，能够见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，那些是等觉菩萨了，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所以真的是一生一切生，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一切诸佛菩萨，不可思议啊！